钱给我。不是，老板，这刚发了工资，还没捂热手呢。你快点啊！不是，那你刚才搁外面当那么多人面，你给我干嘛？我那不是为了凸显公平公正吗？不是，凭什么我们男人每个月挣的工资都得给你们女人？哎，我这不是担心你有钱，那个在外面鬼混吗？那你拿着我们男人的钱，我还怕你们出去鬼混呢？我出去鬼混还需要拿钱吗？那给。哎，不是老板，哎，别生气了。别碰我，还我别生气了。前两天是不是你让我什么，让我爸当着我妈的面帮你买酒，是不是？那买了没有？还买了没有？你告诉我，1000块钱能买10箱茅台吗？你还笑，这下好了。哼，我妈可知道我爸平时喝的酒都那么贵，把我爸好一顿收拾。不是，叔叔没事吧？我爸是没事，但是你摊上事儿了。不是，我能摊上什么事儿啊？100万的彩礼，一分都不能少。不是，当初不是说好了不要彩礼吗？那当初你也没骗他呀，现在你骗他了呀？不是，哎，那你老板，你看我跟你捋捋啊，那我家的钱是不是我的？那不废话吗？那你家的钱以后是不是你弟弟的？那当然啦。那你看咱俩结婚之后谁管钱呢？怎么了？你还想管钱呢？哎，不敢。那你看啊，我再给你捋捋啊，那就是谁把谁的钱给了谁，然后再给谁，然后最后到谁手里呢？你捋捋。我爸爸，我的彩礼钱给了我弟啊，是吧？对。那我们。那你们是不是？行，不找我。不是，哎，你干啥去？我找我爸呀。你找他干啥？条路：一，要么同意咱俩结婚；二，不同意咱俩结婚，我就给你私奔。不是，哎，不至于，哎，不至于。不是小马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从你妈家回来了，但是你在沙发睡7天了，你不打算回卧室睡了吗？哎，不是，老板，这会儿你问，我答上了我就回去，好不好？那行吧。那你问吧。生命之源是什么？饭。饭。对啊，不吃不饿吗？那饭是用什么做的？用米啊。那米是用什么淘的？那当然是用手了。手。那我换个问题，就是你渴了，你想喝什么？喝奶茶。奶茶？啊。那奶茶是用什么做的？茶。用茶。茶是用什么泡的？茶壶。不对吗？就用茶壶泡的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不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行，那我再问，河里有什么？鱼。鱼在哪里游？在河里游。你想不想回去了？到底？不，我真的想回去，特别想回去。那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那你问吧。有个成语叫“浑什么摸鱼”。浑什么？混蛋摸鱼。这个沙发。不是，不对吗？帅哥，想要这个美女的微信啊？嗯，要到了吗？他不给。哎，学着点哈。你好，美女，我有个问题能亲口问你吗？不要脸！帅哥，学会了吗？亲测有效，哎，这个归我了啊，知道吧？走吧，回家吧。你什么时候这么主动的呀？